家啊，这在网上买的这个两个树来了，这个什么树？花椒树，不知道我们这边能不能种活哈？像我们这边的话，真的是很少人种这个花椒树啊。你看街上卖的那个花椒多贵，是吧？很贵。我就买了一棵树来，看看能不能种活啊。能种活吗？你们有没有种过的？你看一下这个树，全部是刺啊！啊，这个树是这样的吗？全部是刺在上面。啊，先把它种下去啊！到了货就把它移栽下去，种树喽。这里种一棵。哎呀，好多石头在下面。哎呀，那什么，快速生根粉，就这样倒进去吗？我们这边很少种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不知道气温温差都是不是一样的。试一试。不知道几年来结果，这里种一棵，那里种一棵。把这个生根粉用水来溶解一下，浇水，快速成长。不能你滚哦。回去喽，这今天精神不好啊，就不到那里做饭啦，啊，把这些剩菜剩饭端回家啊，不然明天又毁了。饭呢是浪费粮食啊。饭已经蒸好了啊。媳妇生我夜不归宿，回家得讨好媳妇。其实我们又没干什么，一天天都在想办法去了。咦，怎么还有菜呀、啊？哎，个白菜，谁是你的菜呀、啊？我来，坐着去。来，不要你吵，走开。我来，吵了我都不会吃，我跟你讲。说这个，操！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这是我的白菜，你就吃你这个桶跟这个这碗鸭子。你连白菜都里没咬饭啊？反正我今天没饭。我不是省点米吗？盐，盐在我巴掌里面，在我巴掌里。我吃。别以为你这样就有用，反正我会锁门，反正我会敲门。要不你把那个门下掉？我吃完饭，把饭桶都扔出去，不到下面做。我现在就锁门，我不吃了，可以吗？
媳妇来，我就拱了。不要听得这么殷勤。这个鸭子天天红烧，天天红烧。今天外甥你来了啊，抓了一只老母鸭炖汤，补一补。老母鸭，你能叫老母鸭吗？不是老母鸭，成年了都没都不知道成年了没有嘞、你看这媳妇多好逗啊，就笑啊，笑不代表没生气。兄弟，喝两杯啊！啊，喝两杯，酒不有点深，来点头。尴尬吗？一个人的笑尴不尴尬的问题。啊，真爽！哎，一条腿，快吃蛋！快吃！你们吃完饭，一人倒一碗。那边还有。一定要喝啊！关于我们的还有。甜到心肝里去。吃不错。哦，又油哈。这是被骂傻的吗？我还有一个菜都忘了。这不是还有一个菜吗？手撕鸡。我忘了，真的忘了，一点印象都没了。我就说怎么少了点啥呀？吃。这个是这个蓝色的，这个跟好几不一样。两个鸭子不斤。你那个110分的卷子没给我看了。忘了拿回来，在书包里。他跟我说他考了80几分。他那天早上跟我说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什么？他考了110分，110。加油！不是，这就是给你庆祝的，老五年拿五。你看你这一箭双雕，一下迎接外甥女，一下哄我，一下庆祝他，你还能再说点吗？啊，你这个好人都你做了，我真是服得起你，真的是你个老六，是不是老六？